Hello，我是 Naomi， 欢迎来到 Naomi 教室。今天的造型有没有特别呢？珍珠跟珍珠耳环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两年的欧美流行的发饰。这两年呢，又开始走这个复古风。那在杂志呢，跟这个服装店呢，会看到这种珍珠的小饰品。饰品呢，小兵立大功，让你的整体造型呢加分。我们要邀请到我家的安妮，安妮就是她，她就是我平常练的人头，她是其中一个，我其实蛮多个。这种是夹子，它可以直接夹上去，所以蛮方便的。那我们就在它这个后面这边侧面呢，可以稍微夹一下，这样子。有时候呢，一个也可以，或者两个也可以，你可以去自由发挥，自己去组合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喜欢的话呢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最近呢，有收集很多一些视频哦，下次我们再分享，拜拜。